一样。早上好，哦不对，中午好，现在是中午的11点。今天我要去一个地方，环球影城。我10点钟才去，不知道一会儿有没有力气排队。走吧，环球影城，我来了。拍不着啊，有两个飞机。我到凹了，没有人那感觉，没人太棒了。我之前不来就是因为我不想排队。这个是真的假的？假的吧。欢迎来到北京环球度假区。是哈利波特，穿的是那个斗篷。没有吃的吗？由于我们实在在外面太冷，我们直接先吃饭。我感觉我就是风中的小帅哥，因为每个饮料爆炸的柠檬绿，因为柠檬加茶，柠檬绿对吧？茶是需要打茶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喝之前，吸管反了啊！吸管反了吗？豌豆加腊肉，吃了不长痘。这是我们的老鸭堡，上面有只鸭，金光闪闪。煮熟的鸭子飞到前面，这个气都往那边跑，我就是闻不到。丸子，你知道这个为什么进来之前餐厅要给你吃丸子吗？因为你吃完丸子就可以玩得开心。吃完饭了。赶紧趁着现在人少去拍一下那个正面大门的游客照。很像这个音乐。这就是环球影城的大地图吗？小的时候我都在图片上看到了，我仿佛可以拥抱它一样。对，我们不用进去了，已经来过了。里面在演出，正在巡呢，快快快快快！就结束了。我不玩过山车，就是不玩，不是不敢玩，而是太冷了。他的那个车没有，这个车也太好看了。这个能开吗？飞的。哇，太酷了！小黄人俱乐部。我也要去按一下。召集小黄人。他们在里面笑又不出来。这边什么裸眼 3D 小黄人，有晕动病或眩晕症。这平时要排多长啊？这走都走了这么久。他说有眩晕症或者有什么的不能做，我已经在外面走眩晕了。过得我脚都疼了。还没点完呢。刚玩了玩小黄人，给我颠的我腿都要硌坏了。但是他那个 3D 感觉还蛮有意思的，主要是刚吃完饭就玩那个，的确是有点晕。我们去哈利波特，直接不犹豫。哇，他们还穿了那个魔法学院的衣服，我也要入学了，入学了啊！真的，我到了哈利波特魔法学院，对角巷人也太多了吧？这才是人头！火车到了，去买桃子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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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这是哪个学院？学院的，我这起心电了，我。过敏，换装成功。还差一根魔杖。哇哦，到了。这个是马尔福用的神秘人，神秘人也是，我就要买它。本来说买蛇院的，结果他给我推荐了神秘人的魔杖。这个神秘人是谁不能提他的名字。派给我了一个任务，就是让我去这个地图上施咒。一个是 Honey Ducks， 在对角巷的最里面迷路了。那个飞天扫帚在刚刚进来那个地方人爆多。茶馆，这个是茶馆。Documento Platis， Documento Platis。为什么没有反应啊？那个魔像上要摁什么吗？我动了。
解锁解锁，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这个。Abby Vickers， Abby Vickers， 哪个是自己本来就能动，不使他也能动。Yes， yes， 他说 yes， yes。线柳是那个火吧？那个火球星。来看那个蛇院的小哥能不能把它搞定。蛇院的小哥。线柳，线柳，线柳。动作大一点，可能就行。线柳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线柳。也不亮啊。你妈的呀！帮我拍一下。看那个上面那个镜头的反光啊。线柳。隐身掉，一下又不亮了。刚才怎么那么容易就亮起来？哎，亮了。还是神仙管用。你甩甩他就隐身，线柳这不亮，放弃生命公爵是这个吗？动了动了动了，拜拜，放下一个啊，是对这一块吗？耶，就是用弄，还是挺有天赋的，不用多说，塞里德文完了，我们又要回去了，后面就有一个。这是已经动了呀 ，Vingard Universe， 它一直在咕噜咕噜啊，它就没停过啊，应该是这样 ，Vingard Universe， 没动啊，那位哥说算了，走了，算了，算了，哇，扣齐，它怎么一直在动？坏了。Yes yes， 可以。完成，聪明的我就是这么聪明的完成这聪明的魔术。哦不，这是魔法。哦，这个应该是那个 Lie of the Harry Potter。现在把包存一下，大包小包零散物品都。要去玩哈利波特的过山车。各位旅客，相信您此刻正在尽情享受北京环球影城奇妙之旅。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，感谢您的配合。我已经听到里面有人在尖叫。是的，是的，我以为呢，他是个。请在行进过程中要拍照或录戏。我们去了禁忌之旅，禁忌之旅，哎，我的天哪，给我晃的我，我在哪里啊？走，我们去玩过山车。变形咒，怎么人团这么多啊？排队了，各位。伏地魔怎么施法呀 ？According to them, it's very obvious.手要那个拿不稳。害怕吗？不怕。东西都不用寄存，肯定不恐怖。今晚值班指挥请您受人扶好。走了走了。抓稳了，真的。谁手机掉了？哎，我有点害怕。我刚哎呀哎呀，是因为我的口罩。我刚才紧张，是我怕我的手机出去。我回家看一下刚刚的，希望是个又帅气又冷静的脸。那你又不敢玩这个？哎，看一下那个威震天，这个会动哦。功夫 Panda， 这里就有点像功夫熊猫的那个骑士，好像一下就到晚上了。真正的过山车必须要带刺儿，带奥运五环。那个霸天虎，那个是哇，开走，就是那个宝马的新车，果然是 M 四。人类国王的爸爸，你要亲身体验我混在这，他叫我去帮他。汽车人，让你们觉得汽车人和人类已经结为盟友。注意。特工需谨记，正当波诡计多端，善于诱骗，不要与他产生任何语言交涉。不就说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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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他说我们要跟他语言交涉，要不然他可以变形吗？什么时候是我也要去排队。刚刚擎天柱走了，我以为下面出来威震天的，不是现在出来了一个女生的机器人。哦天哪，你可以再说一次吗？我只能顶着吧，就像我的左手，太酷了！是我见过最有天性的男孩子，谢谢你。哈哈，太有意思了！哇，
边走，我们去玩霸天虎过山车。打扰了，这种太吓人了，我已经很久没玩了，我不管，我要冲。给你们看这个多么低恐怖，我的天哪！感觉我的魔法都已经没用了，但是我觉得刺激，但是不恐怖，就是玩得很开心。推荐大家去玩吗？大家可以玩，就感觉不是，我刚才看到一个老奶奶和老爷爷在玩，他们都可以玩，我觉得年轻人更冲冲冲。天已经黑了，今天玩的非常的开心，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来环球影城，以前看了很多很多的电影，结果今天在这里都有看到他们的很多的实景，感觉电影里面的画面然后在现实当中实现的感觉还蛮奇妙的。然后坐了过山车，虽然没看到威震天，但是还是跟变形金刚玩了一下，还会再来的。 OK， 今天就环球影城 Vlog 到此结束。 Valeo Mosso， 今天暖和太冷，终于回到我家帽子，最后看这个月亮，今天的天也太晴了吧！进来的时候我就在看，果然是假的。